我的家乡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那里常年都看不到大海。我印象中的大海，大概就是那种蔚蓝、很壮观的那种场面。我对大海充满了向往，想着走出大山，去看一下那个真正的大海。第一次出海之前，就感觉很震撼，会感叹汪洋的大海究竟孕育了多少生命。当我真的看到它，触碰到它的皮肤的时候，感觉很真实，直到他在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们，渴望着我们人类去救他。我叫边巴顿珠，我出生在那个西藏，我就是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在沿海城市。我现在作为一名海警执法员，跟大海打交道。我们那里也是传统比较敬畏这种大自然，敬畏这种生命。我就最喜欢这个海豚，就感觉这种生物还是挺有灵性。哦，有两条。经常会刷到一些海警巡逻有那个海豚护航啊，刷到这种视频就感觉心里很羡慕这种。然后现在就自己也是当了一名海警，很希望就能出海执勤这种时候能遇到海豚。恰好就是去年那个1月份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在那个田心湾的沙滩上有一个海豚搁浅了，当时就在这里，然后我们4点左右就接到电话，然后就5、6名执法员到现场。当时他是受了擦伤，然后就无法动弹。我们试着把他送到海里，尝试了好几回。一方面呢，他就是体力也透支了，然后就游不过去了。第二方面，这个浪也比较大，然后就送过去，立马就漂回来了。后面就我们想到拿那个布，然后就把海豚包起来，叫那个木筏，然后把那个海豚拉到那个海中间去了。木筏已经送到那个深海，确定这个不会再搁浅。我们当时也在这里观察，一直到天黑了。第二天早上，应该是9点多，差不多10点，又接到他们电话，说这一只又搁浅了。我们到现场跟他们海警队对接以后，大家觉得这个他的生命体征非常不好，然后我们就叫管里面的工作人员赶紧准备好应急的这个救援池。出尾巴，尾巴，海燕，尾巴，再见。12点多，我们放到下去，他头靠在这个气垫上面，然后就跟上大了联系，叫他们几个专家也过来，也就发现2次的这个搁浅，被海浪拍内脏，肯定有受伤。那他轮到现在有没有进食？没有，有没有进食？没有，他不进食，嘴巴都不张开，我们不能强行塞。最后我们导管导到他胃里面，只能说暂时先让他恢复体力，然后再想着治疗。但是到第二天早上，发现他歪动。不动也不拍打，到中午的时候，他就突然一个下沉，哎，我们心里咯噔一下，害怕，不顾什么东西，也没顾的说啊，这个水要脱鞋要干嘛，连手机扔掉就进去了，先把它扶起来，因为他体型必定200-300斤，也很重，我们几个人硬撑把它撑起来，再去摸他的体温，我说没有了，心脏没有跳动了。作为我们来讲，其实不想。发现这些发生这些东西救不活，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难受的这一件事情。我也当时也有默默祝福他，就是像我们那里就用这种祝福语，就是祈祷他。
海豚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一些警情。我们这里的话比较多的是那种非法捕捞的这种案例。非法捕捞的话是分为两种，有些是禁渔期或者说禁渔区运用一些非法捕捞的那种工具，就是进行作业。有些情景就是不管是禁渔期还是非禁渔期，一些野生的珍贵保护鱼类捕捞也是算那个非法捕捞的。比如说一些珊瑚啊，是一些人为了一己私欲就是非法捕捞。小心点，把那两个把它打开。在船后甲板发现不明鱼品种一批。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执法人员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啊，是登临检查了一艘船舶。对于这艘船舶进行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发现，在船舶前甲板的船舱底下，它是有石头跟铁链等相关的物品，同时它有专门用于捕捞珊瑚的一个拖网。我们发现船舱里面是有疑似珊瑚的物品。那么经过鉴定，该批疑似珊瑚的物品是属于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红珊瑚和角珊瑚，最终对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是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的这么一个处罚。珊瑚礁它的生长比较缓慢，如果你把它采摘了，把它破坏了，寄生在珊瑚礁这个生态环境里面的鱼类啊、贝类啊、虾啊这些，它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栖息环境，所以它就是可能引起整个生态链的一个断裂。非法捕捞这种是，通过那种底拖网啊，然后上面挂那个石头，然后把那个底拖网伸到那个海底层去，它会破坏生态的构造。经过这个一搞，它是一天之内捞到了，但是它会破坏上千年演变的这个自然生态，对这个生态环境造成了致命的一个打击。我们作为这个执法员也是会严厉打击这些对大自然的这些不敬畏的一个行为。今天我们从海门港出发，计划前往田心湾一个南方后自然保护区进行一个巡逻。像这种渔网呢是合法可以使用的。检查一下渔民捕获的渔获物，看里面会不会有捕捞的珍稀野生保护动物。这个船每一条船都是渔民的，从那个老大爷老爸那里一代接一代都出海，出海了心情比较开心一点。之后碰见那些小海豚、小海龟啊，我们也觉得是一件幸运的事吧。一到大海，心情就很豁然开朗那种。我也会偶尔就拍个照分享给家里人。他们还是比较支持的，因为我们那里从大山里出来的比较少。我是想着，反正就是以后还是会有机会，我想着就是把他们带到这边，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大海的情怀吧。